最专业的房产网站，最权威的房产信息平台，最贴心的购房帮手，买房就上新浪乐居。正大集团将携手社会各界，共同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的洛南新区，开拓洛阳国际化人居的美好未来。我们到了洛阳以后呢，我们就感觉到中原现在正在崛起啊！现在那个中央已经批准了我们河南是作为中原崛起的一个中心区，中原的城市群作为第一个我们考虑的第一个新型的国际社区啊。那么洛阳的开源国际社区，城市文明加上生态环境的国际新高度啊，正大世界城市。从刚才王总所谈到的，我对这个是充满希望，这个项目一定会搞得很好，尤其是提出这个城市文明加生态环境，就是现代最就是最宜居的现代这个居住区，也是国际社区。那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商业广场呢？我可以这样说，洛阳正大广场是一个高品质的全方位或者是叫一站式的一个商业中心。我在今后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这个朝气蓬勃的，代表着我们未来洛阳新的方向和新的名片，这样的一个正大世界城市展现在我们洛阳的面前。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各位嘉宾，晚上好。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正大光明活动的启动仪式。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以热情饱满的工作状态和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让广大消费者通过我们这扇窗口，展现出正大项目国际化设计理念和高标准高质量的精工品质，以全新的世界观向洛阳诠释真正的国际化人居。同时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多支持，多提宝贵意见，预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